荣获提名最佳男主角，包括梁朝伟2046。阿强，其实有乜需要随时过嚟等我？我哋收翻神啦。周星驰《功夫》。不违规矩，只规矩。方中信《旺角黑夜》。佢两个都系一样，有闲钱咪做一件事咯。吴彦祖《旺角黑夜》。我没念过书，如果我看我会不记得。实际上那个老师说，成龙《新警察故事》。我不能够自己好好景香，好，第24届香港电影金像奖最佳男主角，这个今天可以拿到这个奖的人呢，实至名归，因为他实至名归的原因不是他的演技，是他完全配合我讲潮皮佬的条件。梁朝伟，嘉玲姐，不好意思，讲下你的感受。多谢大会，多谢投我票的人，多谢王家卫导演。拍摄2046的日子呢是很漫长和艰苦的，但是过程呢就很享受，结果呢都是令人兴奋同埋滿意。其實要好多謝張淑平，佢嘅服裝同埋造型幫咗我好多，佢嘅剪接令到我嘅演出更加有味道。喺呢度更加要多謝2046裏面所有好突出嘅演員，巩俐小姐、張曼玉小姐、王菲小姐、章子怡小姐、董洁小姐、王菲小姐，讲咗可能我太紧张，总之好多谢2046里面所有嘅台前幕后工作人员，能够同你哋一齐拍戏系我嘅荣幸。咁希望喺未来嘅日子里面，仲依然继续可以创造我哋电影嘅梦。多谢。